社会人儿，用我两拳算完。掌声送给社会人啊，小猕猴蛋子。好，猕猴蛋，我们今天玩个比赛啊，看谁先抢着零食，行不行？我如果这么叼着给小牛，我小牛就不要；我如果这么叼着给小牛，小牛就要。你看着啊，行，你叼吧。哎呦，是是是。你看，没有这么要吧？妈家了啊！怎么这么要的啊？你看迷糊，迷糊。我一正对迷糊的时候，咱们我一正对迷糊的时候，迷糊站着，迷糊站着，还行行。啊？啊，小明掉价似的，嫌我，这纯纯的那个种族歧视，我家吗？啊，小明对他姥爷那么纯纯的种族歧视吗？是不是？啊？种族歧视，再给你一个冰棍。你给你个吧，咱三分了。哎，十二点了，这一天过真快，兄弟们。预备，一。你听这视频，
啊，老师拉了个脸，是不是？这视频真有意思，咱这视频真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来 ，seven 来，音乐下 seven 来，音乐 seven 最后一个出场吧，是小迷糊，那谁的小迷糊的小迷糊的妈妈，来吧，咱们有请小迷糊的妈妈，有请俺们家，啊，小迷糊，小石榴。拖的时间太长了，关键是老四第一局的话，老四感兴趣，你知道吧？夸夸躺哈喇子，夸夸躺哈喇子，家伙，知道吗？哎，如果这个视频我如果跟他一块躺哈喇子，家人们，如果这个视频三兄弟跟他一块躺哈喇子，你们猜是一个什么感觉呢？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走，明儿进去，来，明儿进去，明儿进去，明儿进去，进去，明儿进。明进去，明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石榴来。迷糊儿，你玩这个玩具属于公共设施啊，迷糊儿。迷糊儿，老爷跟你说话呢。你这玩意儿属于公共设施。不是说只有你可以玩，是大家伙都可以玩，迷糊知不知道啊？你手里这个零食，大家伙手里这个玩具，大家伙都可以玩，知不知道？小迷糊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球谁也不玩了，我跟你说，一个狗一个球的话，我明天拿点球去，我就跟你说，一个狗一个球的话，他们也这么抢，知道吗？你猜坏了，猜坏了，一身反骨，小牛蛋一身反骨。那真愿玩球呢，迷糊。哎，迷糊，他真听话。迷糊，你是真听话呀，迷糊。老爷是真喜欢你呀，啊，我是真喜欢大宝贝，真喜欢你，迷糊。啊，老爷跟你可是真爱呀，迷糊啊。来，给你擦脸，迷糊啊。来，给你擦脸。哎呀，这迷糊蛋可真爱呀，迷糊啊。好好好。哎，小迷糊这么听能听话呢？这么听话呢，迷糊啊。嗯，迷糊，那这么听话的你啊，真爱呀，真命是真爱，迷糊，真爱。小迷糊，你看你气的，你看，真气的鼓，你看你迷糊气的鼓鼓的。你不愿跟我玩拉倒，迷糊，你不愿跟我玩我也不愿跟你玩，我告诉你小迷糊蛋子啊，你不想跟我一块玩耍，我也不想跟你一块玩耍，知道吗？你这嘴不欺负我，可没欺负你啊，你在这边关着，小迷糊既然愿意在里边待着，我把小迷糊关里头。玩游戏啊，玩游戏，来玩游戏，来家人们，咱玩游戏了啊，不带小迷糊啊，直播间人数上涨了。
谁来都白费。我都不搭理他。球没收的啊，我抢过来了啊，把球没收的，谁也不玩球，因为个破球啊，全家在这吵吵，你图了啥吧你说啊，是不是我把这球现场撇了啊，我把球现场撇开，撇到楼梯间里去，爱谁家给谁家啊，去你大爷的球，哎我操，滚回家回家回家，出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进去我气的，真气人了。